1599或者是1599或者是1600的，
本来我们是按照这个表决量对吗？好，公司自动按对去采经验，意思说本来我们要进采经验要用6000多7000块来进的，今天你只需要3200，你就是一个采经验的户口，你就有机会每一天赚6000，明白吗？这样子 campaign 我们算几分，每一个 go 我们算一分。就如果那个人讲我买一套我是一个 go， 这样我买两套，因为不同的产品啊，那个预定，你看它1599，它是送那个锅，这个锅很好用的，很耐热的，而且可以用那个它是不粘锅，你记得呀？不粘锅这一种通常是用那种木的铲的嘛，这个用铁的都可以的。啊，所以它这个蛮好用的，用筷子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用那个果汁机，这个果汁机是懒人果汁机，为什么呢？那真小个罢了，它是一个杯来的，你打了果汁之后，比如说有时候你赶时间出去，很难很麻烦去洗嘛，对不对？那个人的杯了，就这个不用洗，一打完了过后，你换一个盖，直接就可以随身带就喝了，所以这一个是很方便的，这个价是299。这个呢，二价是278，买的人有礼物，卖的人有什么 ？cash， 说每卖一个配套，我们多赚200块，我们叫这个花红叫做 fast start bonus， 200块马上给你哦。意思说你一他一买了，你一 key in 他的 membership， 这一分钟我 key in， 按下去，下一分钟你的户口就有200块了，一套多200。OK， 只要他说，哎呦，我要这两个哦，那怎么办？我又要懒人机，又要这一个锅，那他就买两套啊，对吗？他买两套哦，也要恭喜他哦，他买两套也要恭喜你哦，因为他买两套，你有两份吗？他有两个产，两个这个礼物吗？叫他的户口自动升级去台积电，他也得利哦，他本来要6000多，现在是3000多。它就是一个台积电户口 ，maybe OK 吗 ？OK 哦 ，So 这个两套，我们就算两套的 fast start， 就是200加200就有400，我们的 fast start bonus 马上有了 ，OK 吗 ？So 到这里，因为你明白吗？这一个 package 有什么问题？没有，你说中央买台不 ？package， 哎 ，B 要买台吗？我那个该放手的有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不明白吗？每一个够有一分，每个够一分啊。然后如果是两个配套，本来是彩金链，按对去彩金链，这里算两分。OK， 这一个全部都是 direct sponsor 啊，自己 sponsor 的。OK， 假如我是自己 sponsor， 我 sponsor 7个人，我有什么？我除了拿到200块钱7个之外，那比如说 ，OK， 如果我是 sponsor， direct sponsor 啊，七个人，这样我就得到200块乘7，这边就有1400，对吗 ？Fast start 拿到了哦，我还没有算18%跟20%，因为那个你要看你的户口到底是一个对公还是两个对公 ，direct sponsor 是肯定有了的 ，OK。那如果我是自己打的方式，15个人我又得到什么 ？cash 两千。假如是我去找15个人的话，2000块啊，200块我是不是照拿？我照拿，这样我是不是得到3000块？对吗？对。OK， 3000块。公司还另外给了我一个 cash， 2000，所以我总共拿到的是5000。刚才我光是7个人，公司给我什么？一个锅，一个差不多1000多块的两个锅，整千块的一个那个锅更好用，比这个锅更好，899。还有另外一个可以放弃微波炉，可以拿来蒸那个锅，整个是玻璃的。这一个我们要怎样来教，就是说教我们的下线呢？比如说是这个金海山的，是不是很多都是安迪安迪的？安迪安迪，你跟他们讲，哎，这个有你叫7个人来，
那么你假如说这七个勾啊，公司多送你一个锅，他爽不爽？那个签字快照拿，又多一个锅。但是七个人的话，需不需要真的拿七个人呢？假如那个安迪讲，我一个人，我进两个，因为两个就是个台电表嘛，对不对？我进三个户口。但是啊，如果是讲进如果是做三个户口的话，我给这边来一个。这个是本来是来经验吗？说阿不去来经验对吗？对。OK， 这一个是算你的，这一个呢，这个来经验，这个来经验其实是算他的，你知道吧？算他的，他就有四个了，你知道吧？这样他再找多两个，他是不是 qualify 这一个了？明白吗？明白吗？找多两个是。OK， 找到两个是进的经验，一个是进攻的啦。这一个人拿了的嘛，这一个比如说这一个啦，这个人啊、哦、他找一个两的经验是两个吗？这个的经验也是两个，这个也是两个，这个共是一个，加起来就是七个，对吗？啊，七个，这一个人 qualify 什么？这个 qualify 就是拿一个1068的那一个锅，那个锅啊。他的打的传声，这个是他的打的传声，这个是他的打的传声，看到吗 ？OK， 这样你在上面哦，这个是他啦，这个你在上面的话啦，这整个组织呢，这整个算你哦，你算多少个？9个，看到吗？这个2、2、4、6、7加两个是不是9个？对，9个，2个是你的打的传声。这两个你可以拿到这个400块，明白吗？直接推荐，比如说你是我的男穿着，我听的时候你直接是安的我咯。啊，比如说你现在你是安的你妈妈吗？然后你找的人是安的你，然后你妈妈也算你也算的我，你拿这个200块是你拿，直接是你的朋友是你拿，你妈妈就算整个group的。对啊，就是第一个是你妈妈，这个是你，像你这边你是进三例的话，因为现在如果是进三例，只需要找钱9000块罢了，9000多罢了，以前一例都要6000多，汉州要一半了嘛，对吧？我以前进三例我要18000、19000，这现在只是9000多罢了，省了一半的价钱，那就真香了。有意思，进了三例吗？OK， 在你这一边是打完官司，你已经拿到七个人的这个那个窝，但是你整个是按着你妈妈的，算他是不是？我们犯什么？犯那个25个人啊，就是这样算，明白吗？那边明白吗？他们有个改法。好，有疑问吗？到这边，有疑问都懂啊？对不对？如果这一个人他要犯，这个人他要犯15个的话，他要犯15个勾，他要拿。2000块 cash 的，他说他不要我，他要这个 cash 的，可以吗？可以哦，两个 ，OK， 这边如果是两全部给今天啦，这样子来算啊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5个了，看到吗？这个15个是 under 他的 direct sponsor，under 他 direct sponsor 他就拿到 cash 的，就你算什么？你算整个加起来，就你就算17个。17个，再距离25个不远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另外就讲你下面打了什么车的？比如说你 OK， 这个是你妈妈在讲的，你不要，这个是你妈妈。你这边你做到15个给他，可能他这边放一个放你爸爸的户口，你爸户口你妈妈喜欢那个旺，他就7个人就够了。7个加17个，是不是24个？可能他这边做一个8个，就是25了，是不是一条线呢？这样子，算那个线啊，那个线的算法它是重复又重复的，明白吗？到这一边，不理他、啊，哎，别人叫什么？我们说那个年龄那个，如果还三个，明显哎呦，不二个礼拜。系啦，如果系咁攞你嘅，系咪？三个 group 啦。啊，我哋攞你嘅。
咁我哋嘅。所以你要呢度要揾一個，未必你揾一個人，或者你自己大力分析啦。你可以，我想，如果你要揾15個你自己嘅大力分析，你就一個。一个人的经验，这个用那个啦，用用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，够不够？咁样用，你咁样用，等于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五个，全部系你第一款式啊，所以就过呢分呢个，呢个啊，你过呢分呢个，但系你讲 ，OK 呢度系咪？呢个睇到佢会揾人冇？去分一个。7個嘅，之後佢加多5套，5套之後2套，佢係咪7個 under 佢嘅？再嚟一個5個7個，佢係咪 under 佢嘅？所以你依度係15個嘛，啱冇？你依度係15個嘛，加多7個，再加7個，依度係咪29個？依度咧總共計你一條線咯，25，原本我哋係25個噶嘛。所以依家係由29個，你係咪嗰啲低咗一條線？明白嗎？我真話，就是你的下線做的全部算你 process。如果你要拿 cash， 全部要你自借的 sponsor。如果你是 fight 這一個那個25個人的，他們的全部都算，全部都算，明白嗎？這樣就是算一條線咯。我前面的你管咪？呢度如果你兩個户口，你愛揮，呢一個嘅，呢個記得咗呢兩千蚊嘅，你就要揾15、15就30個高，呢度都係3、4、5、6、7。其實如果係講兩個嘅電音，啱啱去提電音咧，呢個咧會比較吸引你揾少啲人，所以你都係揾7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8個啦，因為呢個是一個高價嘅。跟住響過爺嗰邊揾2個，發嗰個7個嘅喎，咁、okay. 樣你呢度都係29個喎，你係咪又破啲分咗兩條線？咁樣兩條線係咪唔夠？所以 maybe before 你呢度，你放得衝咗一個環，再嚟呢度呢個係衝一啦，跟住呢度都係一樣咯，你揾。如果呢度咧，你唔會發呢一個，你可以揾2個、3個。跟住你幫佢哋呢度，總之你加上嚟呢邊有25個，咁我哋就靠呢份啦。明白冇？按在呢邊嘅，明白嗎？你們？你不也是不是？即是你再跟你講，因為你很新啊，比較新。你邊咁你可以明白嗎？好，一定係3個你哋第一信息唔會按在呢邊，但係你係咁樣全部你掉落嘅呢度同埋呢個。做好咗呢、這個，跟住認同呢個。你如果第一個啦，你就話呢邊揾8個人。如果係揾佢哋係攞3粒唔好嘅咧，咁我哋又慳啲嘅喎。好似如果你呢個係3粒，呢邊落嚟，咁我慳埋兩個係6粒咪？咁我呢個都係3、6、18，4個啦，或者是多一個即5個人啦。如果你揾到每一個人攞3粒嘅咧。四個人啊，就24咗嘛，啱冇？4、6、24嘛，最多一個咧係一個高嘅，咁其實你就跨呢塊咗25個，但係未跨呢塊呢兩個，因為你係2、4、6、8跨呢塊呢個啫，七個人啫。咁我如果我係揮過2000蚊嘅咧，你一定會就咧分出15個，咁咯。明白吗？你们怎样拿那个分数？怎样拿那个钱？怎样拿那个25个的那一个？如果是这样的情况，这一个户口有多2000块，这个户口又多2000块，这个户口如果你能够这样子新人啊，也算那个 FB 的那一个150块很好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全部是新人，我们要的是全部新人，而且我们是算分数的，一个工一个分一分。如果是一个台电店，如果是台电店安徽去台电店就2分，所以我们找的人就缩短一倍，慢了，就是本来要找15个人，然后我们找8个人就够了，因为2个2个嘛。如果那个人进3个的话，更加又在缩短，因为我们算整个 group 的，
就算25个人那一边就更加少了，就不需要说哎我要找这样多，就是我们已购的配套来算嘛，所以唔艰难喎。然后之后咧可以同佢哋讲到三粒嘅点样入点样入，每一个人我三粒你搵5个，一个户口搵5个，2个3个你搵15个，你 qualify 咗，你 qualify 咗俾一个出先。跟住如果你讲我系攞呢个15个人个 cash 咧，仲有时间再掉到15个够，再掉15个，再掉15个。咁最 top up 到15个，呢度有9个咗嘛，啱冇？9个你最 top up 6个，最 top up 6个，咁你就会攞到。睇你有我多几多个户口攞就先啦。有不能吗？有问题吗？这一边做组织的分数，这一个是，因为它分数是重复又重复的，这个是给新人的，又是给新人的。组织的 income 5万和20万的那一个，不是这样子算，那个是另外再算过。哦，都到这里，大家有问题吗？没有啊 ，OK。如果是这样子，那我们的收入是多少？有算过吗？这个是新人的收入。如果你们放弃旅行的话呢，没人了解过吗？如果你还刚没了解，你给表示系几多呢？没唔知道。OK。如果咧呢个系呢个户口，你分15个嘅，你又10个系你嘅 downline 做嘅，15个你嘅目标15个啦。呢、这個15個，我3個户口15個，就 means 咗佢OK 最高。OK， 你3個户口嘛，有冇15個嚟講咧？其實5個乘200就是3000啦，有冇？3000，跟住再加多2000嘛。所以咪5000咯，如果你3個户口咪行輸係咪？呢度淨係 cash 你攞15000，淨係 cash 佢啫嚇。跟住15個，15×3，係咪有45個啊？啱冇？45個，每一個有400分啊，每一個高有400分啊，所以45個乘400等於幾多啊？計一計。所以佢你得到算一算咧，18000哦 ，OK， 18000嘅 BV 嘅啫冇，18000嘅 BV， 你直接俾你嘅 direct sponsor， 你係咪有18000？所以這邊有1800，睇到嘛？跟住你45個人嘛，45個你邊人1、2、3、4、5、5、10、45。我哋計45個嚟講啊，45個乘10扣錢，呢度係咪有400咧？啱冇 ？OK， 最嚟咧就係180呢度。你如果係揮25個，你3個户口就75個咯喎。75個 ，OK， 就呢度一個位 F2， 你係咪咁樣樣？你咁呢度俾呢度俾噶嘛 ？OK， 呢先。呢度 F2。我哋排位係咪咁樣排？啱唔啱？係咪咁樣排？我呢度係咁樣寫，你幾多個啦 ？under 呢個人嘅，到我哋攞咩千分都係咪咁樣講？係哦。呢度會唔會有？呢度會唔會有？你哋會有？75個乘75×400多少？是不是3万？對，3万。我跟他平分啦嚇，3万這一邊方。7500是吧？7500，这样这个有对碰吗？这个有对碰吗？这个有对碰吗？有。OK， 算一下看，7500×28000多少？1500对吗？这个户口拿1500，这个户口拿1500对吗？对。这个加起来是5000。是真抬到你了，这个是5000，这个也是15000对吗？15000×28000拿多少钱？3000，这个户口拿3000对吗？对。OK， 3000×5000加起来多少？6000，所以就要加多6000。
都是有该不能带的参加。这个大概呀，我们算起来是这样的。20多千对吗？23,250。呢个系你赚嘅钱，跟住咧你仲挂呢块到去一个嗰、那个呢张嘅 trip。呢个我系计75个人啫，分分钟你哋会超过到100个，作为计最面点样嗰个俾你哋知。咁样计法 ，A B 你可以明白我。所以咁样计出嚟嘅话，唔系好难，系咪？我翻去分析先，因為如果係講你兩個你就啱啱去第二啲嘅咧，基本上你唔會將你係攞七十五個人係我哋計75個高嘛，75個高嚟講，如果你每一個都攞兩個啱啱嘅嘛，因為你咁樣講佢哋壓跌攞兩個嘅，所以就變咗得30幾個啫嘛。我計40個嚟講啦，40個高，你再 break down 落去，如果一啲人攞三個户口嘅咧，你由最少啲人，啊咁樣樣咯。可以做 count and miss 都得。count and miss 都有6條線未到。